宜兰市公所所发行的宜兰市小镇漫游具的观光折页，内容包含宜兰旧城的观光景点、历史文化以及特色店家等等资讯，而且还有英文版，让外籍旅客能够轻轻松松漫游宜兰旧城。今日观光的时代吼，咱宜兰应该有真侪特色。今日这个漫游景点哦，给各位参考，我们转播出去，相信大家能够在各世界吼都能够来到我们宜兰漫游。我相信宜兰市推动这个乡语的这个介绍景点我相信在国际来这佚佗非常方便。这次推出了双语的地图，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宜兰在旅游上、观光上能走向国际，非常的好，能为我们的宜兰的经济以及旅游推向另一个高峰。让国外的旅客都能够体会到漫游的乐趣之外，让宜兰市的一个永续经营更加的顺畅，也让宜兰市所有的经济活力更加的热络更让国际城市宜兰市结合之外，成为国际的一个竞争城市。市长江中渊指出，发行中英双语观光折页，主要就是要推广宜兰观光产业以及强化国际化都市的形象，让游客走入旧城，就能够串联精彩的历史空间和文化亮点。除了让他们满载而归之外，也能将旧城的好风光传播到全世界。现在来到我们宜兰旧城，不局限是我们国内的好朋友之外，还有很多东南亚国家、欧美国家的国际观光客都会来到宜兰，所以我们很需要一套这个国际级的这个宣传系统即使他不了解宜兰，能够透过我们的导览系统双语的一个介绍，他能够更加的一个了解。来到宜兰之后，他可以很快的深入我们的旅游景点。另外，即使他没有来到宜兰，也可以透过网络或者我们宣传的一些管道，让他了解宜兰的美。旧城漫游，亮丽宜兰，赞！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